那正好我们可以遇上那个超值哦，没有超值晚餐，有超值晚餐，啊，两个人，一个人一个套餐30块。啊，等一下，如果靠想吃什么，再去试一点。哪里嘛，一个人一个套餐加起来就40多块吧。你正好遇上那个晚餐的时候，还是蛮划算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报30块钱的晚餐费。真的假的？他一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一般说的是真的，还是没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好，我记着了，啊、要给我报。啊。人家给你加车费，给你报40块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赚钱呐！反正够吃不饱，不晓得吃不吃得饱，不晓得，反正够吃一下吧。反正你40块钱是之外的，是你贴的，差不多够了。两个人吃不饱。对，一人一个汉堡套餐，然后再来一盒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鸡块，差不多。再来一串香，再来一个鸡腿，那就不够了，那就吧。这样说起来没见你的天天吃。嗯。啊，你别在这里咬，你别在这里咬，你一咬我的身上就在咬，咬就是。后面就是。啊，你在他后面咬可以。这个地板有点松，你一动它就动，一动它就动。这地板有多长呀？是很长，也是很短，不知道是。把它收起来了，又有点长。谢谢你。想让他一毛钱都不值。他其实性格还是比较大气型的，我觉得投放下去，他应该可惜一会儿，然后不好。那我觉得他要是扮假发挺好看的，他会觉得很不错，因为他自己的发型有点没什么形象，有点是比我自己打你的好多了。哎。不怕什么？紧张不会，不会哭啊，不会哭啊。不会，他绝对不会哭。我都很少见他哭，我认识他10年了吧，都很少见他哭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开始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很坚强。你要想戴上假发，就是你一样很美。其实说句实话哈，戴假发应该比你是吧漂亮些。嗯，不好，不好打理一点。好凉快。跟那女孩说一样的。那小镇刚剪。会不会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啊？你问他的。你来尝试一下。你可以不错采访一下他，肯定也很凉快。感觉这很特别，对，我感觉很非常特别。我很喜欢一种狗就丧的脸，然后有一天发现它的主人把它的毛剃了，然后那不是吗？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那什么，就像没穿衣服一样的感觉，是吧？我一剃，然后就。哎呀，我还不敢看镜头，你别弄我。看得到不？哎，小菜哇！你现在好亮。你现在就是那只萨摩耶。那时间很多女生剃光头了，好雷不是剃光头打发伞吗？早期的时候。哦，看过一个时尚杂志。那个是 P 的，那以前他刚出道的时候已经剃过一次。是吗？嗯，也是这个神奇的东西。莫蔚也剃过的噻，林静也剃过的。黄姬啊，还有那个演那个什么《笑傲江湖》里面那些神姑不都是吗？你看。